这是茶玉苗的一个大棚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的生态环境，还是非常非常好的。 从哪下来的山泉水，那边都是茶园，这都是新种的。这个也死光了，这个也凉掉。200年的，茶树上面溢出的苗啊，看看能不能招得到啊？ 200年的茶树溢出的苗，杂草菇，没。这边这边好像有点黑，不是，一葵的，好像是有，可能是没有捆。那都是去看育苗的地方。 啊，这个已经育完了。19年的吗？19年冬天是。这个是两百年的那个古茶树吗？育出来的，还是跟那边那个大棚一样的？一样的。这19年的吗？这个是用200年的大茶树啊，古茶树啊。200年就。不是吧？不是。 不是，也是那种一样的。啊，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一号来着？天象一号吧。天象一号，这个是天象一号。要移现在可以移的。一般的移栽是什么时候啊？一般的移栽。一般是二三月份的时候移栽。最好是。哦。 这是大棚育完了，19年大棚育完了出来的茶苗。这个就是刚从这个育苗的上面给采下来的一个芽。